老师难受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本来我爹是脸上有疮，身体清醒，按照他下午所开急放服用后，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。你还我爹了！啊，是啊，评评理，给我评评理啊！是啊，怎么这样？是啊，是这样的，用意。大家都冷静。啊，怎么了？他是我的弟子。父亲之症，我来。这都来了，这都难受。对不起，阿婷，好难受。我被第一个笑，笑死我了。阿婷，笑死我了。男生别说出来。老师，他有点神志不清了，怎么这么难受啊？我下午还好好的。